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毅会计师。 啊、呃，本期呢，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呢，我们可以从美国总统拜登的税表当中学到什么？在本季结束，税季结束之前呢，就是在四月十五号，二零二二年，在白宫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本届美国正副总统二零二一年的所得税税表。其实，美国总统公开自己的所得税税表是自美国总统尼克森以来的传统。 其中呢，只有川普总统是个例外。呃，纵观拜登总统2021年及2020年的税表，其实呢，跟硅谷的双薪家庭看起来差不多，甚至更为简单一些。呃，在拜登总统2021年的所得税税表当中呢，啊、呃，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拜登任职美国总统的薪水。啊、呃，他的年薪呢，约为四十万美元。 啊，以及他的夫人吉尔在北维吉尼亚社区大学所任教的薪水为六万七千美元。此外，约有三千美元的利息所得。啊，可能是因为美国总统这一职呢位高权重，啊，怕有官商勾结的批评，所以呢，并没有啊一毛钱的这个鼓励所得及由股票交易而来的资本利得。 啊，但是呢，有约为五万三千元左右的课税的退休金，啊，是由拜登呢在从政期间所累积的退休金。啊，由于呢拜登已经过了七十岁，所以呢在拜登夫妇的所得结构中呢，也有社会安全金这一项。在二零二一年里，拜登夫妇领了约五万五千元的这个社会安全金。 啊，除此之外呢，拜登夫妇的版税所得是透过两家他们所持有的 S 型公司啊，再到个人税进行申报。这个部分呢，约为六万两千元。那我们会在别期的节目当中呢，讨论 S 型公司的税务处理以及呢 S 型公司呢所具备的省税功能，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拜登夫妇会采用 S 型公司作为其收入结构的一部分？然后在 Schedule B 的上面呢？啊，Schedule B 就是要陈列这个利息所得跟股利所得。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在 Schedule B 的上面，拜登并没有海外账户。这应该呢也是避免啊，为了要向他的儿子杭特·拜登啊，在乌克兰及中国的生意所引发的这个议论所产生的风波。 啊，然后上面我们提到的是所得的部分。那至于抵减项的部分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列举扣除额就是 Schedule A 的部分。然后在这个 Schedule A 的利息栏目之下呢，啊，拜登用了自用住宅的贷款利息来减税，啊，它的金额约为一万五千美元左右。 而在这个慈善捐款的抵减项下，拜登捐了约一万七千美元，啊、呃，其中包含了多间教会。 及呃五千美元呢，捐款给其啊、呃、以其长子命名的布拜登的这个啊、呃、foundation。那这个基金会呢是在美国国税局立案的免税组织啊、呃，它的宗旨呢是援助受虐儿童。那我们也会在别的视频当中呢啊、呃、讨论这个啊、呃、private foundation 的税务抵减。 那至于预缴税的部分呢？啊、呃，是由如果由拜登二零二零年的税表来看，啊、呃，它是全部由薪水中扣除，而不是由一零四零 ES 来缴交。 啊，因为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它二零二零年的税表的第一零四零表格的第二十六行的话是零，那这个部分呢也值得一般工薪人士来参考。那之后我们也会有啊其他的节目啊来讨论什么是预缴税以及预缴税缴交的方法啊。总之呢，呃、啊，整体的读后感呢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小心谨慎而且四平八稳的税表，然后呢，仅仅略为使用一些小的结税方法。 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要稳妥为上。那以上呢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